哈喽宝们，衙门来三亚了啊，给大家带好吃这个金黄芒来了，看这皮儿多薄。都肉啊，咬一口，老甜了。太热了，我钻这个树底下来了，真的老晒挺了宝贝们。可小又厚，都肉，可甜了。哎呀真好吃，我这会吃俩了。有没有爱吃的宝贝们，明天给大家带这个好吃的金黄芒啊。哎，赶紧带完赶紧走吧，这地儿太热了，无法生存呢我在这儿。咬一口了吧，可甜了，是不是？可甜。哎呀妈，看姐夫热的这汗，老公你一脑门子汗，热吗？热。甜不甜吗？瓜本来就黑，晒干。你们看这个皮儿啊，老薄了宝贝们，这树上都是，它套着袋儿呢，怕这个被虫子咬了。哎我呀，太晒坏了。哎呀，真好吃！你给他们看看这盒多薄，盒，看盒侧面，哎呀，可薄了。